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绝对不摸idol 的粉丝们。 4月29号到5月1号， 男团 Monster X 在首尔举行了演唱会，而在演唱会途中，成员们跳下舞台走到粉丝们面前演唱的时候， 粉丝们都不去碰idol， 遵守秩序的样子，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称赞。 哇，没有微蓝也能这样，粉丝们太成熟了。哇，大家都好有礼貌，然后歌手跳下舞台，为了粉丝们也戴了口罩，好有礼貌。看到粉丝跟歌手这么有礼貌的话，真的很开心。先不说摸，一般后排的人为了想要看，会推前面的人，真的太神奇了。 Moonstax Moon Baby 都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月份 K-pop 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 Kaseven。 29位 冯芒星野， 28位 펜타곤， 27位 미래소녀， 26位 SF9， 25位 DKG， 23位 PIX， 22位 NIP， 21位 Highlight， 20位 101， 19位 2PM， 18位 온앤오프， 17位 ATG， 16位 인피니트， 15位 트레저， 14位 샤이니， 13位 슈퍼주니어， 12位 윈어， 11位 B2B， 10位 스테이키즈， 9위 아스트로， 8위 투모로우바이투게더， 7위 더보이즈， 6위 엑소， 5위 몬스타엑스， 4위 세븐틴， 3위 NCT， 2위 빅뱅， 5月男团一位是防弹소년단，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记录、龙冷、预约、In the Sun、Suga、成谷。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88.71%。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